我觉得还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走法都是不一样，没有办法去帮谁去走任何人的那一条路，所以舒淇就是舒淇，聂隐娘就是聂隐娘，一个人没有同类。太棒了，最后又回到海报的 slogan， 您太会打片了，真的是专业的。好，谢谢谢谢，再次的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特别拨冗前来，希望大家借由以上的分享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三位剧组人员在经营这一部片子的时候所付出的心力，以及幕后的一些感想，还有当中的许多的变革。我们再次的谢谢各位媒体朋友。最后导演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嘿，请。谢谢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谢谢，希望这部片子全世界都能卖得好，因为台湾其实蛮需要这样，不止我了，所有的片子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因为不然台湾的腹地那么小，片子一定要往外，本身在台湾卖得好之外应该往外延伸。谢谢。好，谢谢侯导，谢谢谢谢，也再次的谢谢张震、舒淇，谢谢大家辛苦了，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8月28号刺客聂隐娘，谢谢大家。